王家啊，是不是暗恋顶不住啊？还让我头痛是吧？啊！哎呦，我的头好痛啊！我看上他了，这头痛。那啥，方艳呢？上他来不说上他欠我的什么？怎么换成这货了啊？搞得我现在手都痒痒。说，他怎么不演呢？方艳说欠他首饰占他便宜。 什么话呀？这么久没这个人了，那谁要做导演呢？大伙说是不是啊？下班，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我要和他聊聊人生，谈谈理想，是吧？什么？本来今天可以高高兴兴的，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嘛？ 难受，想哭。《西游记》主题曲你不会唱啊？挑着担，牵着马，重来。一个是龙眼线爬，一个是梅雨下，一个挑着担。 还有一个牵着马，怎么就我一个人打？你这都造成金瓶没了。说，我问你，金陵十二钗，重来，一起来，一人一句，你先来。 半个小时，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<笑>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，靠，会了吧？起这么高，重来。敢问路在何方？ 路在脚下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唱完了啊？行了，我看今儿天色尚早，要不你俩上高老庄找叔叔玩去。 高老庄，叔叔，高老庄，叔叔，去吧。走嘞。哟，这个真诚同志了，哎，回来。咋的了？咋的？还没睡够呢。哦。